言挫折中坚强，从失败当中去思量反省的涵养。你只想要学校加班，一步步成长，要突破自我屏障。天之大，使命责任，勇敢双肩扛，在道场学习着待人接物和远方的公园，要挽留不忘，惊喜在心头，你要看做个榜样。我一定坚强，也自在自身先放，不畏风雨争长，风破万浪，要成个栋梁，一身世道在日常，共行君子大道，传播四方。发光。